Wikidata 的乐句又正式开始。那我是这次的活动主持人之一的 Dennis。那我们照惯例就是每个人要讲一下三个自己的关键字。那我的话是 Wikidata、OpenStreetMap 跟 Wikimedia 台湾。那其中最后一项是我有参与台湾维基媒体协会的活动，我目前是那个理事的身份。OK， 那 Alan。要换我这边吗？哦，好，那大家好，那我也是这个聚会的，算是主持人之一，我是 Alan。那三个关键字的话，基本上 Wikidata， 然后最近都在弄河川，哦，河川，然后再来是这些的哦，语言，然后最近也在用语言，哦，啊，换你。大家好，三个关键字 Wikidata 台湾，然后最近也在弄河川，第三是统客。耶，统特生最年轻的参与者，什么时候？五月啊，五月一号，那天我们放假。三个关键字，然后大家怎么称呼？哈哈哈哈哈！哦，开公司吗？你现在那个东西已经在营运了，那已经可以很。很大声讲，公司 API 还有什么开放资料？啊，哪位？好像 Wiki 和 Data。哎，不要偷！哎，那你最后一个是台湾是不是？好，好 ，OK， 那后面这位。好，我叫蔡尚宏，大家可以叫我金刚。三个关键字：空翻、核酸、选手、五分港系。那我是那个五分港系水环境选手队的那个队长，哦，一月成立，然后选手了四个月。那当初我们除了选手以外，就是希望把那水变干净。选手的话，具体上来讲是做什么事情？其实有两种，一个是河岸的选手，那我们的队是那个环保局针对水环境。它主要是测水，水质，它就简易测水。那那个简易测水等于是国际上有一个联合国通用的简易测水的套件。那我们成立了以后就定期巡守。那我们这一群人是希望把那个五分港系的水变干净。对，具体上来讲是有人在偷排废水，是这样子吗？应该这样说嘛，五分港系它是从那个灌双溪那个双溪源头在哪？民国54年嘛。基隆的吉湾取直，他就直接从那个儿童乐园过了承德路6段，就直接打通入那个吉隆河。那往北转的那一段呢，就有堤防挡起来，那一段就是五分港系，或者称双溪旧河道，所以它源头被拦住了，都用人工的抽水，然后呢，中游有一个拦水坝。纯粹就是为了农业灌溉，那一区叫做周美农业区，那它的出口是在北投焚化厂，是的，那边，然后汇入，但我们最近它归谁？汇入那个基隆河，那它汇入基隆河的地方也有那个水闸门，每天干潮的时候只开放2到3小时，所以它基本上这一段河道已经是变成是排水，雨水排水沟。所以周围的所有的那个排水沟全部汇集到这里。好，那因为它没有这个淹水之余的，所以呢，水利处的经费大概就不会放在这里。所以从民国54年之后，它就没有人管，它的河滨的那个树啊，长得非常自然，很漂亮，很少人知道。啊，很多人去到那边哈，一看都会觉得说，这么漂亮的地方，为什么水这么脏？那个水就是会发臭，热的话就会发臭。那今年我在那个参与式预算里头就提出一个那个最美河川公园的倡议，那希望借由公部门的这个注意能够投入更多的资源。那我除了那个水环境选手队，也跟那个社区大学全国促进会申请的流域学校也通过了。那接下来就会在那个北投焚化厂那边有一个主题馆，我们会以那边为基地，就做一些环教啦、公益活动的集合地点。
那今天来这边就是因为我们巡守是有大量的一些资讯嘛，涉水的资讯，还有绿洲河岸的一些废弃物啦，啊，资料还有动态的，我们想要把它放到会不会排水？好，那因为放到那个公共内的。前阵子看到新闻，就说他已经开始要收费了。没有啊，好，那一直想说要找到一个真正的那个台北市政府管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固定的群组，有固定的资料产生，但是就是想要赶快能够找到一个适当的协作的，可以放，然后让大家来协作是这样子。好，那那一条还可以进一步有一个这个专案，就是说，因为政府单位他不太管这个。到底它的水的它的源头从哪里来？大家都以为是从那个庙中间有一个庙，夫子俞庙那边，哦，有东边的排水沟跟北边来的排水沟，大家都以为是那边。其实这阵子我觉得是在中美快速道路桥下，总共有五个排放口，搞不好是从那边倒灌回来的。总之是要找找看。对，那如果要知道它的源头在哪里，很可能从上游到下游。至少布山的点的治水点、啊、然后水阀门外面也要布，就是要了解到底它那个源头脏的源头是在哪里，那也有可能是底、啊、那这一块我就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开源社群、啊、看有没有机会、啊、大家能够加入，那我本身也是 maker、啊啊、就是先从 OpenStreetMap 这边开始、啊、大概是这样，谢谢、啊、下一位。新手，欢迎新手，想要了解新手。那你有需要研究关系，所以来关心我们学妹吗？还是有毕业的压力吗？应届毕业生哦，那没问题，没问题啊、哦。为什么我觉得我中箭？哦，说箭不要走。在这里就自荐了、啊、有毕业压力。大家好，我是韦云，三个词，维基百科，台湾维基百科，台北人社区，然后饮酒车好的。好，我要欢送你了。生日快乐！哎，你再造，你再造口月下去，你统测就完蛋了。你他妈是好奇，你至少祈祷我这次翻手就行了，翻手应该七月前交完才算吧。完了，完了，完了。好，介绍一下。这是我第二次参加那个这个社群的聚会，那再一次台中市第五次开放资料的普里大家资料联展，那我在台中市大概上班已经接近30年，那开放资料没有跟我讲之前他讲资料没错，那就继续大概差不多就做了30年，在地理资讯，然后最近6、7年在台湾比较早期在地理资讯，好，台中市现在大概2700多的开放资料，那。GIS data 大概有400多吧，那我们把这些 GIS data 开放出来，希望大家能尽量去尽量来使用这个开放资料。那人才的这个东西很值得骄傲，所以不能越讲越小声。那你就在那个台中公司中，刚好谈到那个人才资料，人才资料我们在追溯。第一笔开放是106年3月放上去的，然后我们开始逐笔把它往前回溯，也把它弄到最新的。差不多到了今年开始，每个月会有更新。然后旧年底那个，为什么有没用到？都总会有一些想用的人就用到。我们就大概在东亚平台上面，就是到大概93年，第一笔大概93年到110年2月，哎，就是我们那还有还有其他的更新的条码。好，大家做简单介绍。最近一月份这一笔是119万，119万的人脉资料点，所以不晓得会不会做 OSN 台湾的那个规模会变多大？现在是差不多80几枚，嗯，可能有显著增长。是那个那个要两枚，重新搞不好，你要出现很多数字。
大家好，我叫静凡。那我三个关键字是 OSM， 就跟瑞林学习。那再来是登山，就平常我在爬山，那也是慢慢想办法把 OSM 东西应用在社群这边。那再来一个是地理资讯，虽然对，跟这两个都有相关。就我自己在工作的公司，就相关科技算是比较专注在地理资讯这一块。好，谢谢。好，大家好，我是 Jeff。然后我的三个关键字的话，就是 Wikimedia， 然后 OSM 跟软体自由。好。那大家都谢谢我们。那今天的主题的话，应该就会是和跟溪流跟你的那个地址的资料这部分。对。那简单讲一下，就是 OSM、OpenStreetMap 跟 Wikidata 之间有些合作，然后社群之间，然后打算就是把 Wikidata 做一个中介，一个交换平台，来让那个台湾的一些稀有资料能够做一个整理。那因为 Wikidata 的QID 是唯一的，所以大家就可以，不论是所谓所里面可能有份资料，或者是网上面有份资料，它的内部账号是不一样的，但通过连接 WeData， 那这两个机关直接就可以连接。那当然 WeData 可以连接到 OpenStreetMap 的关系之类，以及维基百科、中文维基百科之类的。那其实相当，因为它 WeData 是作为资料库的存在的。那溪流就必须先有资料，我们才能继续谈后续一些治理啊，或一些改善的一些情形。那目前主要中央馆河川都有建立 WeData、OpenStreetMap 的 Relation ID， 以及水利署河川代码这边都连接起来。那后续的话就是各个的县市馆河川以及中央馆核酸、地方馆核酸的资料部分，陆陆续续的去把它连接起来。那目前的话 ，WeData 的社群这一块，主要先做头沿溪流域以及克尔西流域这边的一个连接起来。那 OpenStreetMap 这边会陆陆续续把这些干线、排水或者是溪流这些都建起 OpenStreetMap 的连接起来。那各位可能好奇说的是到底这个 OpenStreetMap Relation 是怎么样的一个呈现，这边就淡水河为例好了，那我就随便用这个问号去点淡水河的那个，我上去这个，希望点到那个水位线这边，那这样的话就点到就是一些关联和淡水，那关联意思的话就是从上游到下游每一条每一段都会把它加进去，然后连同它的支流部分也会显现出来。那因为 OSM 的偶尔话它是只会显示主流部分，只会显示淡水河跟大安溪的那个主河道部分。那至于支流部分的话，就是以做一个子关溪的形式来呈现。那我这边的话，淡水去了个梅树坑溪这里了，树梅坑溪。那就是以一个母子关系的形式去加淡水河的那个河流关系里面。那一样就是它有现在就是有河川水利署的河川代码914050。那我刚刚提到 Wikidata 的连接，那开心池川开启的话，就会连到树梅坑溪的 Wikidata， 那编号就 Q112185 的部分。那还有各种语言的那个输入，那目前是有8种语言以及拼写方式呈现出来的。那WeData是一个比较一个程式性的一个东西，所以可能初步看起来非常的不人类可读的一个形式啊。那就是用表格的形式去呈现了。它的性质啊，河流跟人造水道的一个性质。那应该是因为下游的关系，它是有人工抽取化的成分。那从图片看到的话，的确就是看来是被县市政府的有经过那个一些抽取化的工程。有些后续有一些水文相关，然后注入水体啊，属于的积水区的流域的部分。
那其他基本资料的话，就基本上当时他的国家会列中华民国等等，他具体的地理坐标部分。你这边因为整段河是蛮长的，所以他我们会加的是河口就发源地这两个经纬度。那这边收的是他河口的部分。那一样就是他沿着东西走，沿到树莓坑溪。算是一个中等的小小时的那个小比较简短的一个所以像刚讲到那个主流跟支流的连接是人为填上去还是哦你说这样这都是人工去编辑的、哦、对大家就是等于社群里头大家一点一滴这样、啊、目前的话就是可以看这表格刚我再更新一下目前的话就是在台湾这边的话所有有建那个河流溪流的一些的关系的列表、嗯、那我们搭到最下面的话它的序号已经到了这已经到83了意味着842条哦那这个是只有包括就是有名字的我们找出名字的一个溪流没有名字的溪流的话可能还更多了这个表格会不会被人家，就说写作的时候会不会 overwrite 或者怎么样？哦，这个话是从那个 OpenStreetMap 这边去取得的，所以这 OpenStreetMap 边应该是资料应该一直累积上去的。一般来讲，应该是不会随便会被删除或干嘛。如果有恶意要删除？你技术上可以做，但是应该没有那么有那么无聊去做。真的发生的话，我们社群这边发现到也是可以做 refer， 因为每一次 OSM 的编辑其实它都会有一笔记录在。那当然，大家还是要经过讨论的，搞不然人家改了有正当理由，搞不好。然后说那条河真的消失了，那我当然就把移除掉了。但是刚刚我跟水利署开会的时候，水利署有提到说。目前河川代码里面的河川，搞不好有些也真的是已经消失了。嗯、他们自己没办法对沟渠化啊，沟渠化这种。有些可能就是像刚刚有提到，可能改道啊，或者是就是整病啊、嗯、等等的，这都有可能。嗯、那刚好提到说，就是我跟徐娜今天取得的河川资料，那我这边再跑一个检索。那刚刚是跑一个是。表格式的一个形式，因为我们要对到 OpenStreetMap 那边。那这个执行的话，就是我要找出用视觉化方式呈现所有的有名字的河川，然后是流到台湾海峡或者太平洋。那我们就发现总共20MB 的一个大小，那会跑一阵子这样子。哎，那。这个就没有限制有名字或没有名字的、啊，那各位看到，只要有核酸代码的话，它就列上去了。嗯、最近的话，因为跟 LAS 蛮接近的，所以新竹这两条克雅西及资金这条托线西都是有资料的。过来那个资料就不会显示出来了。因为它只截取流到太平洋或是台湾海峡。那我还发现，有些河川是没有河川代码，就是没有被业界官方去管理的。比方说，新竹这边的三信公司啊，清水港系等等。没有河川代码也可以列上去。哦，这是因为是 OpenStreetMap 里面的资料了。那我就是有核算代码都加上去了，但没有的话它就会解锁出来，就是没有名字跟没有核算代码。三信公司应该是排水，刚刚我有看到。那是政府里面的法规的地位啊。对。但我们需要记载是真实的。对对对对对。如果大家关心核算的话，有些是都有对应到 OpenStreetMap 这个啦，可以做后续一些 mapping 的。
那太平诗，嗯、太平诗啊，太平诗的部分应该没有加，应该就没有加 Wilson 的那个，台东的吗？台东吗？台东双方吗？是台东的太平诗，对，台东的太平诗，刚好住旁边。啊，是这样。哎，我们后续就是交流这两篇资料，我给大家后面去卖一些第三方的所谓说那个核算代码的部分。太平西，请问一下，最近这样的合作哦，是因为一开始看到代码，代码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是官方管的一个列册的编号，然后是目前官方唯一有代码的东西。因为其实名称会变，然后大家不同的单位、不同的人称呼都不一样。我们这边举一个例子，像是以台湾来讲，像在台北，我们很熟悉有一条新店溪，但是事实上苗栗那边也有一条新店溪。所以当你讲新店溪的时候，大家会鸡同鸭讲，不知道你在讲哪一条溪。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法规的部分，因为我们河川在称呼上面，在政府机关会使用政府公告的官方名称来称呼，但是政府公告的官方名称通常跟民间的名称是不符合的。对，那举个例子，像是刚刚我一直有提到排水的部分，只要通常我要讲通常，但是就是也有例外，通常它会是一条排水的话，它的名称就会叫圈圈圈排水。举个例子，以克雅溪来讲，克雅溪的官方名称其实叫做克雅溪排水。对，那在这样状况下就会有这个称呼上面的不一致。那这样子怎么样它，那如何让它一致呢？就是给它编号。对，给它编号就比较能够有一致啦。对，那像刚刚我查三姓公溪，也有蛮多地方都叫三姓溪而已，哦，然后它确实是个排水，哦，对。那公部门跟这个开源，我们的 Open Data 社群这样的合作，是希望借由民间力量帮他们建资料，还是去检核资料？其实比较多的一件事情是希望能够。希望能够透过民间的力量来把资料整理起来，因为我们的河川有很大的一个状况，就是水镇在早期它不是中央政府的业务，总之管理单位，它早期是省镇，然后再来就是水还会河川还会因为规模大小，它会有省管、县管、公所管，然后包含像刚刚。你也就提到这个五分港溪，它甚至连排水都不是，它是台北市政府的有点像公务处的单位所管理的一个的地方。那所以说就会有一个状况是，其实目前中央政府是无法真的提出一份河川列表的。对，那可是我们民间或是其实各个单位对于一个完整的河川列表是有需求的，对，那这可是又因为政府单位，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个，它会有一个没办法很容易跨部会的一个问题存在，对，那像刚刚有提到，我们以前不是我们这个合作会议的时候，主持人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从一条河从这个水滴下来到这个河出出海口，从最上面滴下来有没有？最上面滴下来，山坡地是水保局管，然后那个土地可能是林务局管，可能是国家公园管，可能是国防部管，哦，然后流下来换公所管，然后再流下来才有机会给中央管，哦，然后呢，中央只管什么？中央只管流速。流量啊，泥沙归谁管？泥沙又归回水保局管啊，水质都不归他们管，水质归环保局管，水归那个环保署管，哦，所以我们这个水在地表上那些局部流过去，非常多人都要管，然后有时候又说不清，然后有时候其实这个该归他管，结果你吵架跑去找另外一个人吵，然后另外一个人只能
我也不知道你在吵什么。对，就是这个状况是这样，所以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合作跟这个需求存在。嗯，谢谢。那这个话是刚才提到核酸版嘛？那最新版的是还有 OKData 的数据的部分，一月底和一月十二号公布。最近会有再更新版。OK， 那这个原则的话，第一码就是用一的话表示西部流浪台湾海峡。那二的话是二吧？对，二流到是太平洋。对。那其他的一些后面的数字表示是。依序就编那个主流部分，然后下面几个位数就是支流、支流、支支流之类的。就给你直接看了范例，然后淡水的是11400，大安溪的话，它的第一条支流就会是01000。大安溪支流的话，三小河就是后面就变一，对不对？11400。但为什么有跳号？因为它是三峡河的再支流，哦，是会从 A 开始。那 A 在哪？啊，没有 A 就是主流啊，所以就是 B 啊。哦。那接下来第二支流就是莺歌溪，第三条就是海坑溪这样子。那其实河应该更多啦，那实际上花池边的是部分的溪，可能是防洪需要或者是。农业灌溉需要才会管理，那其他的部分可能就是非这些用途可能就不管，或者是它是由县市政府管，它没有在这里管。我目前的话是有几个大的流域的部分，看下去哈，这下面151个流域，151。Okay， 那就是151码的，150，但实际上在 Overpass 这边的话，应该是更多了。嗯，我觉得先扣除那些，就是可能是小小的一小段的，也有些蛮多，它其实蛮长的，但应该是在一个管理里面，就等待后续就是看会不会再加编号之类的。应该是会了。编码那个已经全球了啊，属不属于编码？它也许要做一个对照。编码是用台湾的这样。对，不过基本上编码这个东西有国际性也有地区性，那不过它在需求不一样，对，在 Wikidata 里面它都是一个实体，所以我们在 Wikidata 里面就一个实体，就一笔资料说，哎，某某东西是属于。中华民国台湾省政府水利署给核酸的编码，嗯，所以基本上对于我们资料库来讲，它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不管它是国际性还是地域性。像户籍证代码现在，户籍证代码是非常的地区性啊，对啊。但是户籍证代码跟 Wikidata 的对照，我们去年就完成了。户籍证的代码是对照户孙女。像这种孙女，对，显示啊，对照一个，需要的就四号三码。没有，他好像他只对到村里而已。对，就是圈圈村叉叉里。而且最近我收到的消息是，他们说去年水利署测站的行政区编号就改回给户籍证管，那就是用户籍证代码。然后上个礼拜，中央气象局也宣布跟。行政区有关的也都改到，对，都照户籍证代码。还好我们已经先把户籍证的代码弄起来，不然又要再去弄户籍证代码，真的是啊。对，现在就看那个实际上跟徐娜之间的传的资料。那我们就草号一条叫喽，有什么？好、啊，这条，好、放啥？草，你这是做？啊，看那个。你看那个表有没有？对啊，是有统计出来。那个表，你去把那个
像是你看14是淡水河很大条，对不对？你把这个15、16这种只有一个的，是的，就做一个。说到我们这边，它现在有个基本的水线的，但是这边的话还没有好玩，我就来把它补上去，补起来。我看一下它多远，它应该蛮长的哦。所以现在就是在加那个标示了。对。对他拉到一个，他有到一个，对对对，哇，救命了哟！他到成功路与和平路口，超远的。哎，好像就是那里。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地图，很像啊，就是那里。啊，基本上靠，是他这边的东西。大提拉哥叫布拉德，这边话，它关联是会有很多条线，每条线段都要加它的，是干嘛？mainstream， 然后建父子关系的话，就要加下面那个关联，然后选到，然后再回到刚刚画的那个地方，对，小西，小西老师，老师在吗？好，再加退路，这边退路是老师。这边话就要选要建父子关系，他是子关系的，就要选第一个，就表示他是他的职业。那这边还少一个，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要写说他注入哪里，就是副表示。再到电话，回到那个硬件系统代码，不是硬件系统，那个核酸代码这里。过了，对对。来，有同学复制贴上，然后这边参考编号这边就打个13104，这样统一检查号名称，然后它的性质，它最后留到的副关系，它主人是 KRC， 以及互认证系统代码，那这样的父子关系有建起来。你要不要再加排水代码？哦，这样。对。多少 ？O013。O013。对 ，O0， 怎么会有这么不值？那奇怪了。那我们就储存。你直接警告我，就全都不管。哦。上传。我跟你讲说，上传可能会出事。哦。没意外的话，它到市区里面应该都是加盖了。但有水线，其实应该都是有那个。哦，新竹的朋友去探访看看。哦，这样啊。对对对，他就到那，他就到那。嗯。然后我们现在是关系的。那就可以加回去。拿更新吧。阿峰加回去。特雅西延平支线。其他人可以查说刚刚这一段是谁加的？1241496，就是 Redding 的代号。那就是，然后就可以跟他联系。假设有什么问题想要跟他请教，基本上 OS 里面他已经有内建一套那个用户系统，你可以给他发讯息，或者是用户对这个地图的感动，他都会写说他的理由，跟他做了什么事情，在什么。OS 的 P 是多少？你打 OS 应该就有了。然后这边就有一个全部台湾的那个好最近的编辑，你口音不行。
你修了周边什么资讯？这附近有什么要修的？你修了什么？就那个网络，他附近。你连他的电话都写上去。哦。还有这三条。哎，你莱尔富对到的 item 是对哪一个？不是，我说你莱尔富对到 Wiki 的 item 是对哪一个？理论上你应该要对到的 item 是他那个分店的 item， 你不可以对到莱尔富。不是，这是用 brand。哦 ，brand。就那个那个 name suggestion index。还有那三条，那下一个就是，你看，唱片还有在吗？还在。给科学生吃饭路线，不错哦，不错哦，赞哦！哎，他要多一条啦，现在那边有那个绿光庭园的。有点那种棒，超棒的。给科学生吃饭路线，每个学生不会去那边吃哎、欸。去哪里？去山上，对不对？不是，早就吃腻了。刚没有看到那个一手。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那个编辑了。可以放照片或数字地图。要外联，要连接到。数字地图的话，我会建议直接没有数字地图，直接转 Deposita 比较好。那个是什么？就是中研院的那个庄老师的那个。哦。对。我们先问一下，要是单纯的空拍图。空拍图你要看，你应该说你空拍图，你那个图你要拿来干嘛？如果它单纯只是一个纯 JPG， 你放维基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还想要拿来做点什么，像是假设你要拿来做叠图的话，那不要放维基，因为叠、哦、因为对，因为维基它在这一块是蛮弱项，那你直接去资料寄存所是比较方便的。嗯，对。所以是我回答比较细一点好了。如果单纯就 OSM 这个资料库来讲的话，图像或者是一些比较。体积比较大一点的资料的话，我们这边是没有办法做记载，我们基本上只记载点线面跟它一些相关的属性，就像你这边看到名字啊、描述啊，它属于某个资料库的什么编号，对，也是为了确保说它每一次 OSM 资料的大小是差不多的。那当然它也可以透过连接的方式去连到外部资料库，像刚刚提到说它每一个那个核酸的话，它可以对应到 Wikidata 的 Q item， 那就是外联到某个资料库某笔资料。所以回到你最初问题，可能你想上传空白图或者是数字地形模型，对，应该有其他比较适当的资料库，但我们可以肯定讲不会是 OSM 这样的。对，嗯，那有没有假设是要存那个数字地图？或者是说我们在巡检的时候有垃圾的，这种检举的，这种适合放什么样的类似 OSM 有类似的资料库？我觉得就是资料寄存所。那大瑞有没有开资料寄存所 ？OK。第一个。对啊。嗯。哎，帮我开头前夕。有有有有有。目前有也是有。只有头前夕。是资料的人在帮。来，那你就简单解释一下。资料寄存所是中央研究院资讯所的一个计划。太快了。好了，图片的话第一个。那资料寄存所它是一个。它就是一个你就想象说它就是一个可以收档案的地方，然后它在里面可以写非常多的 metadata， 然后它可以收各式各样的资讯，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写各式各样的 metadata， 然后重点是这个平台是有跟 Wikidata 还有跟 Google Dataset Search， 就是 Google 有一个资料集搜寻引擎有接，所以在 Google Dataset Search 是可以搜到
你放的，假设你如果假设你有上传类似于五分港西的可能调查计划，然后你可能有一个调查报告，或是你有一份生态评估报告，你放在这里面的话 ，Google Dataset Search 是可以搜寻得到的。然后第二个是它的关键字是吃 Wikidata 的，所以你如果在里面下对关键字的话，其实你用英文或是用其他语言也可以，也可以检索到那一份报告，不会因为说你报告是中文的，然后你可能五分港西你用英文，你可能 五分港 river 之类的下去搜寻你就搜不到，因为外国人其实蛮喜欢研究台湾的。中文不止啊，对。或者说针对某一个点，帮我上一页，上一页，这样可以叠在一起，然后做不同。叠在一起，你要后面再自己去弄。您讲的跟资料库比较无关系，是没有关系，那是后续加值利用的问题。对。但单纯现在 Alan 在讲是单纯你要把资料放在一个大家看得到的地方，对，大家可以轻易取得下载的地方。因为像是这一份有这一份哦，这是环保局。这份就是他们把所有跟头前溪，哎，不是新竹左岸啊的东西都放在一起，然后你会发现有些是七月的，有些是十二月，你可以一直把东西一直推上去、推上去、推上去，然后放在这里面，这都没有问题，哦，很棒，对，超棒的。放这边要不要申请？你要去申请一个账号，但是免费的。免费的。对，就是你他申请账号是就是你要申请账号，对。然后它是你可以免费使用哦。然后如果说像是你们是一个选手队的话，那会建议你们就直接申请团体账号，对，然后他们就会有个组织，像是这边就有一个组织叫新竹环保局，嗯，好，然后再帮我按上一页，像是他们再往下，他们有一种资料，再往，不是再往下。哦，对，这个，他们有很多在收这种，就是生态检核自评表，或者是快速栖地评估表，就是有时候政府机关会因为业务需求，会有这类型的评估表或者是检核报告，那他们也会收这种东西。那你们可以参照这样子的方式去上传你们的一些生态的调查报告或者是等等的，然后就放在里面。不过这个他们现在做的就是上传这个大湖溪的人，做的不太好，就是他没有写那些描述文件，建议就是要多写一点描述文件，会对你的东西会有一些好处啦。那我现在如果有一个通拍图可以显现出河滨的植物，那我可以把教技都分上面，然后让人家来一起标示说啊，这棵树是什么树，是竹子，是乌臼，是什么什么这样子，可不可以？这个又是另外一个 app 在管的事情的，有另外一个 app 叫 iNature， 它就在做你刚刚讲的这件事情，对。那是比较自然的，什么 iNature？刚刚提到的是那个数字吗？不太确定，因为欧文森加库特，好像是，第一点是要反映真实的地物地貌，所以说地质资料是不能汇入。第二点就是它，太细琐的东西通常是不建议汇入，例如路边的石头、树木。当然，如果树木像是金城武树，或者是那种很有名，就是或者是很有历史、很有其他意义的地方，那标定 OSN 是没问题，但如果是像是公园路树那种一颗一颗一颗的话，应该是还是可以的，但有时间就做啊，对不对？也是可以的。你知道那个哈爸拿这个 iNature 有没有？他每天就在头前溪附近拍杂草，然后标杂草。他是杂草王，你知道吗？好厉害，对吧？iNature， 他说头前溪附近有四五十种杂草，超多的。有种哦，因为它就是标种啊，对吧？哇哇，又当掉的啊！它 iNature 是国际的，对，这是国际的。中文界面，对，那个台湾看一下看一下，头前溪应该是马赛克。它存放资料也是无限大吗？
我们不要去谈无限大这种事情啊，因为毕竟这都是用钱什么东西堆叠出来的嘛，只差谁付钱了，对啊，看上面有个富爸爸还是要搭，那你也觉得要付搭钱富爸爸？不用不用不用，看一下投钱系，对，对啊，这个哎，这个也不算是杂草了，但是就是，对，不是吗？是他吗？不是吧？就是，画嘛，他。但是标了一堆草啊，对，现在很多重要的药材原本也都是被我们以为是杂草的，对啊，所以标杂草很重要啊，然后它变成药材的时候，不好说哎、欸，像是大花咸丰草，你应该也是标得出来的、啊，对吧？你可能会跟咸丰草打混。我、哦、忘、哦、对。现在不知道了，你在说他账号？我不知道他账号，他应该是乌龙吧？如果他用他的英文的话。不太确定，因为我也不太会用。我只是听他们这边标的很爽，哇，头前戏好多、哦。听字义上应该比较像是第一个标的后面那大家先猜了，好的。哦，我猜这个是吗？是他吗？不是。有照片，都不是。你还可以说同意不同意，哪次不同意？哇，哎、欸，这个小瑞你应该很喜欢。我猜是危机物种。看有没有连结、啊。应该是没有。不知道哎、欸。什么连结？哇，热门鉴定人。关于。哎、欸，哦，哎、欸，危机物种，权威通知上，哎呀，是从危机物种拉来的，出去了，没有，他这种应该是直接从危机物种拉来的，他刚那个，因为数据的那个物种阶层不会长那样，对，对，刚刚那个阶层应该是物种的阶层 ，data 的不长那样，哇。data 你要把它弄成那样也是可以，很难呐、啊，你以为？好快，二十条河流只有一条有那个时间点啊！大瑞，你有的忙。哪个投研系吗？没有主流。我们在做，他现在在做那个独立入流、独立入流的河川，就没有支流的主流。其实他也不是没有支流，只是他的支流可能没有被上河川。有的。对吧？你昨天应该都是有河川代码。昨天的他都在整理有核酸代码，那应该就是从那抓住啊，对啊，我说原本就有加的、啊，真的很少。哦，慢慢来。现在就是没有核酸代码烂掉。对，嗯，然后有这么多都有不贴啊。哎，拜托，我们去年的 Open Data Day 是他两年期跟零六期。我们去年的 Open Data Day 是整整六个小时都在画 OSN 跟 Wikidata， 今年才三个小时、欸。那明年呢？明年我看状况，把大家一起拉来做合作。要扩展到两天，扩展到两天也行啊。有文月爸爸才什么都干得出来。好，那我们现在八点时间，你有什么讲讲？我想讨论一件事啊，就是说，因为接下来下一个社群会比较有大活动，其实是 Cos Cup 啊、在 Cos Cup 之前大概还有两个月的空档，看要不要，因为我们休息，啊，休息是很不错的，但是就对啊，八月 Cos Cup 啊，你讲七月底啊，你那个现在是三月嘛，你五月左右就要投稿了，所以我们大概只有两个月 Cos 啊。
对啊，这两个月看有没有要办进阶编辑工作坊，看像是 Chris Damon 的，或者是因为我们一月办的基础的，嗯，你要不要 ？OK， 哎，有要再去台中吗？场地场地在这边啊。台中可以，台中看状况，再去台中哦，再去台中。连线啊，连线、啊，连线嘛，又要再连线。不是，如果是要连线的话，我看在台南一下。哎，这是台南，哎，我们这一次 Open Day 人最多的是台南场，哎，真的假的？真的啊，四块坐满没错吧？对啊，对新芽那个场地，嗯，新芽场是最多人的。台北反正大家都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旁边在消毒一堆蟑螂，应该会更多人。不是啊，因为台北有时候会有一个状况啊，就是因为台北的有些已经很习惯看直播或者看录影，那个这次直播太好了。哦，这次直播太好了，感谢。我今天看就品质是真的很好，真的可以不用到现场。对吧、啊、对吧、啊？哎、欸，我就买那一颗球也是。对吧、啊？是，那也是钱哎，是吧？你这个是包含收音吗？哎，这次收音真的很不错，我回去自己听都觉得，对吧、啊？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用钱。现在 Open Data 社群除了 OSM 跟那个 Wiking Data 之外，还有主要用到什么样的软体或平台 ？Open Data 社群哦，这个蛮微妙，因为Open Data 它不是只限于特定的某个平台，所以会有一个状况是说，有些社群它本来就有在做 Open Data， 但它不会自己打着一个旗号说我是 Open Data 社群，这个是一个可能。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是，哦，对啊，我们都不知道要干嘛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对，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它。那个 open data 的部分是业务需求，所以他那个社群他是就是他是业务需求出现的社群，他不像我们这样子是比较像是公司或者对对对，他为了要推他的什么服务，对一些政策啊什么的啊，不会是像我们，就是我们是哦、啊，刚好我们最近都在弄核酸，所以我们最近才一直讨论核酸，不然之前我们是什么都会聊，像是我们没有商业取向，对，就是像之前他们就常常聊登山啊，然后我们登山聊一聊就想说啊，不然我们把山也就做一做好了，然后山做一做聊一聊之后就想说啊，不然步道也顺便好了，对，但是就是对啊，那是因为最近有这个合作，不然的话我们也不会一直想说做这个合，虽然做合也是蛮有意思的。那我们这个社群全台湾大概有多少人在？你说我们吗？对，这个我们社群台湾有多少人？我不知道。基本上默默在话筒的人很多，像你应该也是吧？我还没开始，只是还在找说到底我应该要用哪一个工具，还没决定。啊，如果是 Wikidata， 全台湾会写 Wikidata， 然后持续在写的，应该不超过30人。甚至连20人应该都不到。那 OSM 呢？嗯，你们应该比较多，应该算多吧。只是当然不像大家有些人可能是在家默默在画图，或者是做自己的事，或者是可能自己工作有相关，然后刚好又有机会就直接写东西到 OSM。但是如果您是说就是定期会出来参加那个聚会。台北加南部，录多少？30，谢谢。没有机会了，前南部主持人在这里。因为现在有机会，应该只剩台北了。好吧，那有上万上。哦，那个 Facebook 那个社团成员不要太当真了，有些人可能就是刚好加进来，那之后就现在是。维基百科有30万用户，有30万只账号是活跃账号，你知道吗？然后中文维基百科有注册的账号有几千万只哎。不过 Brendan 讲这个其实也是蛮有开发潜力的，因为大家都会拿 Google 开放截图跟 Google 地图来比，
那当然两者规模跟性质是不一样。OSM 是大家知道 ，Google 是一系列服务，完全深入于生活中。所以大家通常第一反应就是 OSM 难用 ，Google 好用。对，那回到我们刚话题，登山社团刚好就是 OSM 的强项。你 Google 不可能接警车就直接把它开到山上去嘛。对。所以其实很多资料是 OSM 有 ，Google 没有。所以我们地图的社团。鲁地图是用 OSM 再去做加值的登山地图，对，所以大家现在觉得东西好用，那的确是应该要有方法把这股动力转化为让那些使用者可以把可能现地看到的东西再回馈到 OSM。我目前大概也是在做类似的事情。OSM 刚刚说大概有多少？如果您说。哦，您是说那个编辑者吗？哎，其实 state 应该找到了，应该对，因为很多人就是自己在画图，100还是1000这样。当然，在台湾有写过地图，应该超过1000人，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办活动，有些人可能是稍微加入一下，然后又不做，所以历史来看一定会有超过这个数字了。但如果您是说这个月或今年有在写画地图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阿峰，你看我们乌鸡队啊，都要以一挡全。哎呀，讲到我多就缺。啊，那是没有。讲好听一点就是哦，有很多可以写；讲难听点就是哦，毛缺了。对，因为我们虽然常常有带工作方，但是因为 Wikidata 真的不太好写。应该是说，我觉得。不直观哦。嗯，对，不直观。当然，我觉得就是会需要一个好用，然后比较目的性，然后好一点的编辑器啦。如果你要我讲的话 ，Street Complete 那个 Android 的 App 就很厉害，它就是把每一个缺漏的东西都编成一样任务，使用者可能点两三下就一个东西。有啊 ，Wikidata 有类似的东西，但是 Wikidata 的那个类似的东西哦，也很难写，不是很难写，是因为它注定就机器读取啊。对，所以没有 Wikidata 的那个东西，你如果去 Google 一个东西叫 Wikidata Game， 它有把所有 Wikidata 里面需要做的任务都做设计成一款游戏，然后你大概玩个半小时就可以编辑一个大概300条到400条条目。哦，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编辑什么是自动推荐给你。是没有办法，就是说你想要编什么，主题是没有办法选。对对对对，好像蛮厉害，关键字就 Wikidata Game， 一直重刷，一直重刷，刷到你喜欢。你以为在抽卡是不是？你在刷手刷手抽啊？不好意思 ，OSN 它是有统计数字，但要看到台湾的话，我看 Ctrl F 比较快。哦吼，25人，25人。25是应该其中从3月算到现在，应该是 active， 对对，就今天了，然后累积月的话是这个，看来跟 Wikidata 差不多，赞。哦，这个是人数是不是？活跃使用人数25354，应该是算不到编辑超过几次，有编辑就算吗？有编辑就算吗？可是那表示最近都没有课程了，大学都没在代课。有时候多了就11，少的话就19。啊，比 Wiki 大。啊，排行榜是这样子。耶，大瑞第二。哎，我第4名，为什么？第一名谁啊？不知道。某一个。嗯，吧。某一个商业。那这个是用什么排？哦。Not change， 它不用 change， 不是用 change。哦，它是看改动的物件。哦，难怪这么多。我改那个机器改的很多。我把那个没有被 reference 到那的拿掉。然后累计327，公社民，对吧？这个月327多。当时看到很奇怪的账号，我看，我现在比较被显示动态的数字。看起来像，ID 里的，如果您说动态的话，其实这边就算蛮动态，公司在，对啊，因为它的网域是 OpenStreetMap， 是他自己的东西啊，我们这边
跟谁在编辑 ，Spotlight 就是我这边应该没有个人宣传。那这边五一然后在那个物件，那水位有什么 project 是有不能宣传的 policy？ 可以吗？有吗？因为目前我们有什么 policy 是不能宣传？有些东西是必须要广东不是我都不我不懂什么叫做不可以宣传。对对，如果能解释一下，他会需要。不可以，这边是内审牌，对，哦，你是说这种不能宣传？哦哦，那我知道，流传编辑啊，哦，这个我知道，有些是真的，不，我知道你讲的这种了，我知道你，我只是当下没有意会过来说你说的不能宣传是什么意思，我以为是说哦，你不可以宣传维基百科这件事，我刚。因为也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宣传的，是确实的。新增的是嘛？改的形式，对。最后是由那个使用的编辑，那他在 Wikidata 就看不到台湾的编者，因为 Wikidata 不会跟你收那个编辑的那个，我顶多可以查说哦那个。那个，笔掉没电。那台湾的 Castle 要换了。收到。如果收到电话的时候，这个东西我大概确实是这个是电话，还有记录。什么？高雄的收到电话的时候。哦。好。哦，今天都是零。我没有成就感。好了，我等一下，我等一下帮你弄成就感出来，好不好？不是有点因为欧文森他自己有一些那个台湾准备，一个是首先不好，应该不会有新的。因为我们这个地图的话，有限制，过去吧，过去历史资料、远期的资料，留下来要干嘛？做会当然绝对不是欧文森，因为这东西其实算是现在很变动，然后它用的很多，对，你不可能塞太多的东西进去，然后它会造成。那个加那个，还有灯光照明。所以您提到说，如果它是那个热手位置的话，像，然后又是有关得到，像刚刚 A 那边的那个，我安全名字啊，安全是基本字，不是加英文的习惯，但是如果是河道的路管上面直接写英文的，不好意思，那个资料寄存所，哎，资料寄存所，对，自己打，我忘记了 domain。没有，你就打资料寄存所就有了啦。所以您这边就是两个名字，资料寄存所跟 IP。对，那个就那个主管吗？因为他自从他在转角开始抓住他店家。如果要，比如说我们区所不像三友，假设有一个区友把它列为风险区，我到这个金马来抓，是就是金马到下个月转的，转的是金马，这时候。会依照这样来表示，高风险区、垃圾热区，像他没有，他没有那个部分，我帮人家，假设说我会给他看到对应的警察机关的资料库，会把他叫进来，这里显示，但是不能标示吧？是我至少知道台中市政府这个情况，他可以看到一些生活地点。这个东西我就是地方政府才把控的，对吧？但你是说你想要自己去做，然后再问我，这个我不太知道。你要先写上去吗？你要再去问一下。所以听起来，那个 OSM 就是一线有地理的状态去做标示，只是还没有人标示，你把它标示。对，或者是有东西变动，那再去做标示，但。太琐碎的物件，绝对不大。所以它比较不适合如果后面观察的资料的大数据，所谓的大数据就是够大，但是有累积的，它还不适合把它归入这。哦，对，偶尔生永远是反映最新情况。最新。对，所以例如现在那个台中捷运还没通车，对不对？我们现在应该已经有在地的设施已经把那路线全都画上去。但是我们只能把它标注为，infrastructure 建造中或者是尚未完成，只能在开幕那一天我们再把它标出来。因为捷运出现
他出问题之前，这是即将要封城。那这样子，可以加未开放或什么之类的。您说那个什么？台中捷运啊。台中捷运啊。不是啊，那个你台中捷运，你可以先画旁边的配套啊，像是什么，像是那个什么个 Costco 啊。Costco 难道不是配套吗？嗯，是啊。到底是捷运配套 Costco 还是 Costco 配套捷运呢？不过说最新情况，其实有一些人专门在画 pose 的那一种。对，然后地址应该就是我们刚刚所讨论的那个方式吧，然后再把楼层拆出来。嗯，好，地址，台用地址。楼层可以拆，然后瑞，你要过来看看我。好。我就是要拉出来。目前啊，cat。目前，其实我可能也可以上进去了。那目前我是先把那个 house number， 就是这边的号，可能五至 C 至五号啊，一号、两号啊。跟接，第三个接路段这边先塞进来。那池里零我还没塞，那每个那的目前我是慢慢加、啊，等一下，怎么弄呢这个东西？放都是录像的，就是放水里面，放在水里面，我们再拆。OK。所以跟 address 冒号 street， 它跟这个路段是哪放在一起？好，那我这边就可以做龙。里面画那个中正路，中正路，那种中正路在哪个地方都会出现好多的。这个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待解决的问题，像是我们那时候在整理村里资讯的时候，就有发现说，其实台湾同名的村里蛮多的。嗯，它相异物吗？对，像是中正里。三一九乡是还好，就不会有村里，但是村里一定有村里。三一九乡有一个重名，有中正区。哦，还有北区。南区，北区跟南区还有东区，北区、南区、东区这三个，还有中正区是很容易重名的。对，尤其是像西区啊，西区哦，因为你知道，像北区跟东区跟谁重名，你知道吗？新竹市是北区、东区跟象山区，对，然后北区跟东区就会跟台南市重名，还有台中市。这个就是在整理这些资料上识别码重要的地方。好，那今天大概就这样了。如果需要前面的托一波的话，都可以来接。然后大家如果有听，那今天从六刚到几点？今天啊，九点半吧。对啊，如果大家对于那个如果要办进阶工作坊，有什么时间的建议的话，大家可以提出来。我找不到。统测后。统测后，太晚了吧。例如，五月初五有统测。哦，是啊。然后五月一号、二号。因为我这边用程式就用处理的话。不到两个月啊，大概五十几天。我是觉得，好像是。好像可以在统测后哎、欸，这样对啊，这样我就可以到处去玩了，不是？对啊，那我们就看办在五月啊，讨论看看那个这两个看那个谁，看到哎，那是我 OSN 看小 B 现在是在台中吗？有哦，他在台北。台南的图客现在还有谁、啊？中文的项目没有，有些项目是中文的，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在也在台中，
那是中文的项目，没有，已知的应该是比较中文的项目。有会吵架的，可能没有见过。嗯，认识的应该是没有。没有。难度有点。嗯。